黑龙牌戴比亚的忍者鬼祖鲁。哎，大家好，欢迎收看黑龙跑书。那今天呢，我们又来了吧？今天呢，一样要做泰比亚料理啦，就把台湾好吃的美食嘛，就跟哥伦比亚的好好的味道加在一起，做给你们泰比亚的。那、啊、我们今天到底小姐要做什么东西？你有吃过昂不贵吗？木瓜鸡哦，它是一种龟哦，真的很像乌龟了啦。那、啊、这个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吃的？这个会在我们一些台湾习俗中会当做拜拜祭祀的用品。哇，看起来好吃呢，那我来吃吃看好不好？好。你有吃过吗？有。好吃吗？还不错，不会害你的。对啊，你没有害过我呢。我想那个月亮，就跟木瓜鸡一样的。哦，好香呢，里面是那个葱多，然后这个很 Q。我一开始刚看到凉凉的，我以为会很油呢，会很腻，可是还 OK 了。我们接下来做这个。对啊。哦。你有想法吗？那我真的有想法了啦。我感觉你没想法。有点饿了啦。你说这个是乌龟吗？你有看过 Ninja Turtles 吗？有啊，小时候有看过。你真的要有这个想法做这个，应该很棒吧？不敢想象。很棒，这个红豆换一个甘比亚的东西啦，你知道穆拉克吗？但是整甘比亚的大会来呢。对啦，那个时候有被很多 YouTube 吃，所以这个是用花生酱跟那个米粉大家一起 mix 起来，弄完就好像这个红豆酱就变成一个泰比亚料理。好，那我们来做了吧。那大家，我现在呢要先做我自己会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小米啦，可是我们会弄成小米粉，然后把它蒸的时候它会变这个颜色。如果你要用很久，你可以把它弄干，再我回去跟我妈妈帮我弄，然后弄干给我拿回来台湾。这个应该大概一半好了。这个我第一次做，大家花生酱。哎，谁吃我的花生酱？没有回答。谁吃我的花生酱？这个办公室怎么会相信大家啊？花生酱放在冰箱里，说不能吃别人的东西，还在吃我的东西。那个小米很干，所以你要做一点水水的东西。然后呢，我会敲蛋，这个应该可以了。我先把全部放里面。好，然后特别我们会放这个香料啦，我这个是用 vanilla， 但是去干比亚平常是那个 banana， 我讲这个不要放太多，太多会苦苦的。有点甜，哇，这好像我们做过最快的东西。好，我们来咕，我来看看，可以了呢，我先放着，等到休息。大家，我们现在呢，刚刚在干比亚，现在到台湾了。台湾的料理都很简单呐、啊，这个是糯米粉，抹茶是台湾的还是日本的？日本的。哇，今天变了呢，泰利比亚呢，哇，我们名字越来越长了呢，要给它颜色 ，color， 就先放着。要把粉跟水浇在一起哦，是水要去浇粉，不是粉去浇水，会很难做，不然会有一粒一粒的东西的。好，大家来热水哦。好，现在要做抹茶酱。现在有没有越来越忍者龟了？这个全部用哦。对啊。哦。哈哈哈。The green。哦。I see the green coming。我说妈妈的呢，就是这些时间我都想要我那两个兄弟呢。睡啦！现在呢，我们要换这个了哦。我们小时候也会用那个泥巴做一些漂亮的东西了。讲快一点，吓死了。好，我们应该差不多了吧？你知道为什么要 roll 吗？等一下比较好分了。Master， 吓死了，好吧？这什么东西？这个叫陶模。陶模，我跟你讲，绝对嘉明跟牛牛不知道这个什么东西的。对，这个是做昂格龟的，可是我自己觉得这个先不要用这个了。哎呀，我刚刚有说那个嘛，忍者龟嘛，现在要来用忍者龟的方向做一个忍者龟，那个昂格龟啦，昂格龟嘛，对不对？昂格龟，昂格龟，这个是台语还是哈卡？台语。你确定哦？确定。哇，昂格龟哦，所以啦，为什么好像哈卡里面？好，那我们来做大家。要不送 oil so that it would not be sticky。 我先做身体，哎，不要泡了啦，大哥。 Body body， 你小时候你有看忍者龟吗？有啊。我小时候都一直看卡通的呢，然后长大了很少看，看到这个忍者龟就回到小时候了呢，大家蛮感动的。卫生纸还有吗？这是身体，大家身体 body body。 好，我现在要来做那个桥。那你还记得忍者龟这个卡通在讲什么吗？那个说是有那个四个宠物龟哦，被丢掉，掉在那个水沟里面，然后他们在那边的时候就变成那个叫什么名字？ radiation， 辐射，然后就变成人的样子的啦。然后他们在里面就遇到一个老鼠，你记得那个老鼠叫什么名字吗？史林特。哇，你的中文很厉害。
他们遇到十点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选那个忍术，对忍术，所以他们就开始处理坏人了啦。现在已经做身体了哦。呵，哪一个是头？你在你家没有在看？哪一个是头？这个是头。是不是我的脚太大了？你的脚练得比较壮啊。他们有去健身房啊，大家现在要做身体，可是身体做完的时候不用改哦。其实台湾的里面不是有放那个吗？红豆嘛。对，我们的话要放那个 NBA 的 Budake。It's coming, baby！ 哎、欸，这样子就对了呢。自己看我的画面上超像四个头了。我现在要补强一下，要用心。哇！我那我家俊说他不想吃，刚刚，哇，睡啦！我们现在呢，大家我们要来做那个脸，因为他们有那个 mask， 你们记得那个眼罩，对。你要做什么颜色的眼罩？红色。你知道为什么要做红色吗？很 gangster， bad boy， you know， profile， yeah， let's go， man， 你看，他的 mask 上去了，睡了，放眼镜啊。你都给你放大镜了。你还忘记了我是做什么的？瀑布吗？啊，睡了。现在我要来把它切，大家。开刀了，大家。我是医生，现在要切了。因为他要有一个隔那个隔。整形医生，你刚刚是笑的吗？可以了，睡了，嘟有了，大家。好像寿司那些寿司店。好，大家，我们现在做完了三个乌龟了，牛牛、黑龙、佳明。对了，刚刚好三个了。那我现在呢，要把他们放进去那个下水道了啦。他们等一下就变人了，我们全部就完蛋了，对不对？我们又不是坏人，我怎么会完蛋？你不是坏人？对，过分。可是他们这个下水道比之前的舒服一点，然后没有老鼠。哇，我放好了，就佳明来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是佳明吗？他的腿比较小。完蛋了，大家看这个片我就完蛋了。我们现在关起来，可以不要全部关起来哦，让他们呼吸啊，他们要呼吸一下，不然会死掉了。对了，他们就没办法去处理一下坏人了。这样我们给他13分钟啦，15分钟这样大家啦。我现在要休息一下了。大家黑龙来，大吉亚的忍者龟祖鲁，看起来好吃呢，对不对？喵喵，佳明，搞我，那好吃哦，那我来试试看吧，对不对？太好吃了吧！好吃到我都变成乌龟的代表忍者龟了啊！对了，忍者龟要带来最新的电影哦，忍者龟变种大乱斗，8月10号在台湾上映了哦！啊，我跟大家讲，忍者龟这次不一样了，要找女朋友了啊！我先不剧透了，大家自己去看，看几年啦！哇！这个有 Q 有吹，那吹是哪里来的吗？对哦，脆脆的。对，跟别的那个布拉克有脆脆的。怎么会有人像你一样从中间？那抹茶跟布拉克搭吗？搭配。现在变成什么了？ Like a bird， 现在变成一个鸟了呢。我很会吃东西，有花生的那个感觉啦，然后那个小米会给它那个脆脆的感觉啦，然后抹茶一起软脆 Q 放在一起，哎呀，很不会碎了。那我剩下这两个呢，要就给董子吃。这什么东西？我做的代比亚的安菇桂，不错哎，有料可以，我觉得蛮好吃的。为什么你可以拿去卖了？真的。你看一下，我朋友们都喜欢我做的安菇桂了啦，跟大朋友、小朋友都喜欢最新上映的《忍者龟变种大乱斗》了啦，8月10号上片哦，大家赶快去看了啦，赶紧的啦，可以去分享一下啦，快点啦。对，我去做多一点啦，给家里面跟牛牛啦。今年暑假 ，We need to take out super fun. I'm going to let the mutants rule the earth.、全新英雄酷炫来袭。李奥 ，Okay, Batman. What? I'm just trying to hype you guys up. 多尼 ，Check this out in slow mo. 米奇 ，We eat danger for breakfast. Actually, I eat pizza with waffles on. Coffee, you've got a rage problem. Not a problem. I'm awesome. 8月4日，忍者龟变种大乱斗。这 Q 度我喜欢啊，这好吃的、啊，因为那个 Q 度很像就是外面那种麻吉，不错不错。真假的，这次这么成功。嗯，好吃，意外是好吃的。你在吃汉堡，吃到屁股。哎呀，
你还拉丝哎、欸、，QQ 弹弹还能拉丝，已经不成龟一样的龟，不成龟一样。好了，继续享用，好吃，好吃，好吃。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